家好，我是肥康，我是香港 YouTuber。今天会跟大家介绍香港词语。反骨不是这一个啊，反骨。反骨。反骨是指背叛，而反骨仔。反骨仔。就是指叛徒。现在我会用实例教大家应用这些词语。例子一，张宪义曾参与核武研发，将相关情报交给美军而被视为叛国者，我们就会说张宪义是反骨仔。例子二，2000年当时是巴塞隆纳球员飞哥以6500万欧元加入皇家马德里，被巴萨球迷视为叛徒，我们可以说费高反了巴塞球迷骨。注意，作为动词，词语中间才加宾语。好吧，今天就到此为止，希望大家学以致用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按赞、分享和订阅，还有要按订阅右边的小叮当。